弟兄姊妹們，你們竟然忘記了天主勸你們好像勸子令所說的話，我兒不要輕視上主的懲戒，也不要厭惡他的譴責，因為上主懲戒他所愛的，鞭策他所接納的每個兒子。為接受懲戒，你們應該堅忍，因為天主對待你們有如對待子女。哪有兒子做父親的不懲戒他呢？固然各種懲戒在當時似乎不是樂事，而是苦事，可是以後為那些這樣受過訓練的人，就會結出正義與和平的果實。為此，你們應該伸直委讓的手及麻木的心，你們的腳應履行正直的路，叫瘸子不要偏離正道，反叫他獲得痊癒。上主的話。